到了到了到了，终于到了，悬着的心就落下了。妹妹辛苦了，你跟婆婆和大娘打个电话一下，跟他们报个平安，说我们已经接到了。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黑娃。我是黑妹。我们现在在新疆的库尔勒机场，因为昨天女儿考试完了嘛，考试完了我们就给她买了一张机票，她今天自己一个人坐飞机过来的。最主要的还是什么，飞机晚点两个多小时，重庆那边下雨嘛，应该是下雨是不？下雨。哦，那整的本来是计划两点半飞的，搞到了五点钟才飞，现在接到了九点半了，但是这边天还没黑，只要接到了悬着的心就放下了。谁高？他高。但是你今天有优势，今天穿了一点高跟鞋的，所以说这个跟买矮了，买那种十厘米的，那我就比他高了。对呀、啊、刚刚我问了他，他说他几个小时都没吃东西了，应该是饿了，是不是？有点饿了的话，这已经出了航站楼了，那你买不了东西了，只有去市区吃呗。哇聪明啊，我包里面还带了一包牛肉丝，先垫吧垫吧的。高，实在是高。到了库尔勒来了，新疆来了，吃重庆的特产了，吃点电吧一下。这里离市区还有20来公里，我们也是打出租车过来的，我们那个货车过来我怕的是进不了机场。这个也是和超市买的一样的好吃，嗯，有两种口味，有麻辣的，你妈这带的这一包是5香的。像这个天的话，天气热了嘛，在家里面呢，像我一样比较喜欢喝点酒的，下点冰冻啤酒也是安逸的很。最主要啊，给朋友们看一下，它这个是这种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，真空包装的，吃一袋弄一袋，特别特别的方便。两种口味，家里面有小宝宝的小孩的就可以拍5香的，像我一样喜欢喝的就拍麻辣的，追剧啊这些都是很安逸的、哦、我们上一次卖这个拍了一条视频，卖的特别特别好，嗯，我把这个链接直接挂在视频的下方啊，有需要的朋友们直接去拍2单回去。慢点吃。哦。把这个包背着，然后衣服就不穿了，因为这边还是有点热。一会儿黑娃你提皮箱，行，他坐在这里一会儿，这个120克的炖牛肉丝他几分钟就给他吃完了。好吃多吃一点不可以吧？可以可以，好吃的停不下了。嗯，对，走吧，行，我们再到市区里面去吃一点新疆这边的特色吧。新疆这边美食也是很多很多的，走吧，走，我来拉，你来拉，去打个出租车。耶、yeah, ，楼兰，走，到时候我们会到若羌那边去看楼兰美女。妹妹，感觉考试考得怎么样？都写了，不管会还是不会的都写了，对不对？都不晓得。会的、不会的都写了，那证明还是可以哦。自己努力就行了。努力就行了。只要自己问心无愧，对对对，自己努力了，考得好与不好。那就已经是过了的事了，嗯，现在想了不起作用了。感觉这边凉不凉快？凉快。你看现在那边还有晚霞，只不过就是跟重庆比起来，我觉得这边的晚上要凉快得多，是不是？感觉这个出租车里面没开空调，那个窗户开起来我们头发都吹得特别特别那个乱，但是很凉快，那个风吹起来舒服啊。白天还是热。对，白天特别热。今天下午我们特意把我们这个货车开到了闹市区来停着，这样的话打车方便一点。像那几天我们都是停在外面一点的，外面清静，这里来打车方便。一会儿的话可能我们还是要把车开到外面去。咖啡起敲起什么作用，主要是我听他叫不叫，主要是看一下咖啡2个多月没有看见妹妹了，看他还能认识你不。打不开呀，你来呀。咋那么傻呢，跟你说了都上过学的晓得不，一个杠杆原理，你要拉着这里拉，最下面越长越轻松。3、2、1走你。自己都拉不开，开玩笑。咖啡，我上去开灯，太黑了。
你来看着我干啥嘞？啊，你没看见多了一个人吗？来，我给你接他来。哎，他好像看见了。还在那不？看见了，看见了。哎，你给他接了吧，他还是和你没得好亲的，但是能认识。你看他都没叫。咖啡过来。他都没叫嘛。过来，妹妹，认得到不？他是认得到。那个妹妹是哪个来的哦？我们车都没开回去，妹妹坐飞机来的给。赶紧把东西这些放好。好。我刚刚看的时间，已经晚上的10:10了。这边的超市是10:30就关门。嗯。我们旁边就有两家大超市。对。去给妹妹买睡衣啊什么的嘛。走。对吧？嗯。走。咖啡，我们又出去了哟。行行行，还是把它给拴着，拴着。拴着吗？一会儿怕的是他上床上去了。过来。睡衣这些也没带起来。妹妹，你看一下这边西瓜的价格，0.99元，1000克，折合多少钱一斤？不到5毛一斤，就算5毛吧。你还记得上一次你在家里面买的那西瓜，8块钱一斤？10块钱一斤，对吧？折合20块钱一公斤了。对呀、啊。不是，你要记着有那么一点理念。你去买东西，特别是像西瓜这些，你不是称了之后没有开吗？对吧？你感觉贵了，你可以说不要。对。你要学会说不，你不能说就想着哎呦，我都称了，那不要。感觉不好意思就没。这个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，你要学会说不，有些东西不能忍让，该说不的时候要说不哦。这里选两个呗，选两个小一点的，那种大了我们吃不完，像这种的话几十斤，这种感觉我们三个人吃不完。那个烂掉，那边。啊，对。小龙虾，今天就不买了呗。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大闸蟹、海鲜、鱼类。这个是鳗鱼，98一公斤。哎，这个有一点像我们在东北买的那个狗鱼，是不？那个头哦，真的有一点像狗鱼。这个叫什么？什么？金什么鱼？金尊。今天咱就不买了，因为一会儿我们到外面去吃吧。好。你们还要买什么？牙膏，不对，牙刷。行，牙膏我们车上那么多。嗯，牙膏不买，买那个，买牙刷。那边的特色酸奶。这种酸的，这些都是这边的，这些都是里面那个，都是这边出厂的。啊，你看你喜欢那个味道。那种太大了，别拿用，我们冰箱放不了。嗯。整这种小罐的吧。那个那种小罐的。逛了回来了，外面挺凉快的，晚上刮点风，但是我们这个车里面呢，密闭的空间还是有点热。前辈，赶紧把空调伺候上。16度。对，让妹妹感受一下我们今年这个车。和这个空调吹起的效果，凉快的很。晚上那个被子还要日层日层的盖，对，盖一层的话还不行。还有啊，他这个箱子放在哪里？我想了一下，放在床下面，把那个桶拿出来看能放进去不？能不能放下去哦？哦，这个箱子没有托运吧？没有。哦，对，买的时候就是买的那种直接能上飞机的那种。应该可以啊。哦，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，把那个桶拿出来就刚好了。嗯，拿出来就可以了。哎呀，刚好合适。哎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嗯，朋友们，我们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。朋友们一定帮我们记得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因为现在我们一家人离家4000公里相聚了呀，心里面还特别特别的高兴，还特别特别的激动。我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啊，我们一家人也好好的聊一会儿。